啦吼，就是为着要欠一寡呢做道亲的费用，所以唔才着安尼每一工出去伫咧拜二位，啊，才着互遐歹囡仔来伫咧甲阮欺负。好佳哉，好佳哉是典艺书里的上座，也若无吼，遐钱就去互遐歹囡仔抢去咯。阿娘，你准备什么时阵要上家呢？本来我是要去开封府上副官，投靠个家等待科技。也毋过我的母亲年迈，无人通好侍奉，所以迟迟未行。阿娘，读书人应该以功名为重才对啊。等候来日衣锦还归的时阵，再过来孝顺高堂也未晚啊。这。是啦，春敏啊，恁阿姑算起来也应该是讲你的姑丈，伊遐也有安静的上房，通互你住遐放心啊读书。你应该着爱量早去，毋则袂耽误到你的前途。母亲，好啦，着听你的啊。阿娘，如果你若是要去开封府，拄好顺路，丁某会当护送你一程。那安尼就感谢丁兄了。啊，不过相公，你若无伫个，我惊遐歹人会来找安林的麻烦，要安怎？你免惊，遐歹人伊唔敢搁再来啊。吃吃吃吃，这个清气，这个这个清气，哎哎，啊，来透气透气，你怎么饮淡薄啊？诶，无啦，是讲下大，啊！你敢真正唔敢去找你卖花小囝？哎呀，啊！你顶摆去用拍了无够，无够回收，啊！这摆要去套死哦！哎，大，啊！顶摆是有迄个少年咧，你学课咧，啊！今摆无同啊啦！伊拢唔知影，迄少年吼，今摆住咧私生引导，而且两个我结拜，你知无？哎，伊一个人咧，咱也袂加带一寡兄弟，啊！物件煞砸来，你惊啥？哈！你拢唔知影我天地到底几斤重啦？迄代志袂止啊，若再会止，我早我就止啊，人囥到真茫远啊。无啊，大啊，啊无伊是啥物三头六臂之物，你是咧惊啥啦？啊！你敢会知影伊是啥物人啊？啊无伊是啥？伊迄伫迄书生摆咧搭，也画迄个画雕迄壁内底只猫啦。大啊！啊，但咱人是猫子啊，你咧惊啥物猫啦？哎，你知影啥物？迄皇上御书的御猫，南极点鸟。御猫点鸟的什么所在？讲。你什么人啊？我是人，你免管。点鸟的什么所在？伊哦，伊即个在干村面领导啦。朝我来。行走，行。又酸又甜，不惊。
受够夭寿啦！逐地都夭寿无，甲一块夭寿无着。咱大大是含公道，二爷、三爷，还佫有我这个四爷哦，互伊害到安尼四界伫咧奔波，到即阵啊佫找无着，唔知着当时才会当找着迄只鸟鼠仔囝。免讲啦，拢是你啦！若毋是你，我大哥佫好呆哦，唔只会叫五地平去，无伊哪有怎走去啦？但是咧外呆，佫较巧的人有时啊嘛会戆。戆，阮拢是互你连累着你啦。这路安尼带你出来安尼，四界安尼奔波咧辛苦。当是咧外苦啦，啊，带你出来四界行行咧，互你见识一下世面，敢会比你比伫个鸟鼠啊行过较歹？佫无甲我细声过安尼。哎呀，你佫讲我。好啊。恁两个莫佫在争论啊啦。我看吼，咱若是赶紧赶路来去开封。好。遐若无五地，若是去啊，惹出麻烦的时阵哦，就真歹收拾个。好。哎，不，你哥啊，我足嘴大的呢。前面遐敢若有人住，咱来去的所在可能会当讨到一寡地汤，通我煮嘴大。好，安尼好，我做头前。鱼鸟是啥物所在？叫出来。鱼鸟，你是讲电鸟？也就是把这两个拍中伤那个少年人。啊，要哪安尼？因两个唔着，恁就是地方的恶霸。也因两个专工拜托你来遮，要跟我囝冤家是？啊，不是。哎，我甲因毫无瓜葛，因只是跟我带路来而已。我甲丁娇有未了之事，必须要了断。拜托你叫出来。伊无伫个。去倒位？和尚，我的囝去开封府上府官道亲。哎，是拜托你，第一次飞来倒嘞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。好啊，你是只鸟鼠仔囝，当时就是甘要选来伫遮。四哥、二哥、三哥，你来遮要创啥？阮是专工要来找你的啊。你找我当人？是啊，无得。自从你偷走离开了后吼，迄大哥是足生气的。来，顶甲二哥来等。好。即摆你着免笑，想要搁甲我选去啊？对。行。好啊。啊，都歹运叫你当着啊！要当着当着讲，安尼唔只好乖，行。行。唔爱行。老夫人，歹势哦。对家，一定是这边。Thank you.
白看，你即马要搁走台死。爷，爷！一个乞丐，人煞无爱卖我，用这个青饭菜在分我啦。我肚枵到底啊，无食嘛袂用哩。唉，相公，你爱加食一半呢，啊无吼，你半暝会枵无？你家己也爱食。嗯，迄邓医师做人实在真好，不愧是男杰。我足有杰士之风。吴姐啦，我看你比以前加捌真侪代志吼。你想讲我阁是囡仔，其实我啥物都知影。我嘛会晓看好人啊，甲歹人。亲像铁牛甲土牛，迄就是歹人。啊，若亲像邓医师，迄就是好人。伊惊咱半路撞到歹人，沿路把咱护送来到这个开封。原来就是那位姓颜的书生，连接护送伊到开封府尚夫官来投亲。嗯，咱无看到连接，敢会共到一个食饭呢？咱个来村里两个主簿。莫非连接知影讲我要来找伊决斗？所得这个味气，我必须爱接近这个书生，才有法度找到点招。相公啊，咱这边哦，来尚武馆哦，恁阿哥啊，若看到你哦，唔知要偌欢喜嘞。自细汉，阮姑母就足疼我，又过这么久，拢无看到伊老大人啊嘛。啊，搁有一个吼，若看到你吼，搁较欢喜。是甚物人？嘿，啊，都恁迄个未婚妻柳金贤，柳小姐啊。秋落。
小姐，小姐，你又搁咧想老夫人哦？阿妈为些千里路途，去到南海替阿娘求好，想袂到阿娘还是一病不治。老夫人要死的进前，妈也搁一直伫念伊干姑爷，我实在想拢无，干姑爷是安怎到这个时阵也毋来嘞？若是讲即摆来，也无我都通好看到伊最疼爱伊的姑娘。啊！哎呦，你敢用这么多钱去啊？唔爱，咱当别项都无，啊，钱是少多啦，甲你用去输啊，尔你安尼唔甘？哎呦，你若会省，你就加减省啦，俭的是较好。老夫人死，骨头都还袂打嘞，我话着搁娶阿个房死，规工明仔开支尔，对小姐你搁也无疼的。是王，唔准你乌白讲。小姐，迄个房死根本都无疼你嘛。骨卡安怎讲？天下也无不死的父庙，伊就是我的家庙。小姐，比如是为你抱不平啊。好啊，莫搁讲啊。金虾妹啊，虾妹哦！哎呦，我这个红查某囝，原来你就是走来这哦，我安尼四界拢找你无呐？阿娘，阿爹，金虾妹啊！哎呦，金虾妹啊，拄只吼，我甲你阿爹参详偌久嘞呢，关系到你的终身大事。袂用搁拖哦，我看你也是早日成婚。成婚？嗯，安尼啊，女儿身躯还搁有大下，要哪会用得遐尼紧就成婚啦？哎呦，搭大下有啥物关系？只要你若肯答应，即刻就用选一个啊日子，予你甲恁表爷成婚啊。表爷？嗯，表爷伊敢来啊？是？哎呦，早都来啊！真是的，伊人伫咧倒位？伫遐无？阿娘，你讲表兄就是伊啊？嗯，哎，啊伊就是阮外甥啊！啊，你毋是叫表兄，无要叫啥？小心帮君行，在此有礼。阿爹，敢讲你已经答应阿婶？那这盆的吼，比干春面呢好济咯。表哥。管理会当来阮家寄托，金库会当金榜题名，以慰孤独。就好紧困啦，咱明仔载爱搁赶路呢。我知啦。哎，我唔是讲时间到，你讲你啥物事啊？我讲无目镜啊啦，
你出去走啦！哎，你这个臭去吃，你安尼面皮这高，你要死咯，住这上？哎，大爷有钱大店的，是安那？我唔是人，跟你讲讲。我也不爱贪你的钱啊！啊，哦，我看你个规身躯安尼垃圾甲安尼啊，我这个人客也无把你惊走，真系奇怪啦。哎呀，人不可貌相，海水是不可斗量。当年五祖师找萧，含辛茹苦求乞缥缈。将相本无将，男人当自强。在下满腹忠贞，必有一日登天之日。哎呦，好啊啦，好啊啦！我还讲你若要臭单，去红尾单啦，等你好好出去啊，出去啊，出去啊，出去啦！哎哎，来来来，这相公啊，你上拄好，甲我做一个公道人诶啊！东东是读书诶斯文人，哪一是孔子诶文生，竟然被这个弃子诶贩夫糟蹋，如此欺凌，哈，真是哀哉，哀哉啊！好啊好啊，你好走啊啦！啊，我跟你讲哦，你若搁唔走，是要无客气，我要拍人啊！我跟你讲哦。头家啊，你是一个生理人呢，你安尼敢拍，袂用的哦。是。哼。相公，旅途之中难免有不便的所在，不过你若是无气焰，到我的房间一宿，请你卖客气。所以之话皆是兄弟，相公请坐咯，请。相公啊，你看伊，伊泡一锅茶来，伊泡一锅茶来啦。哦哦哦。喂，啉茶啦！我唔是叫做话呢。白姓金，名唤无俗，你应该称我金相公才对。哈、啊，金相公哦，金金金金，有影真金啦！一身躯袂输干那捡金的咧。捡金？捡金你唔知啊？捡金的，就是哦，人个亡阿婆咧捡死人骨头的啦。哎，遐歹听。污蔑啦！不准你对小金相公无礼。相公，你甲看伊，拿去边啊？是。简相公，你咱今日相会也总算是有缘啦。要若安尼，小弟就无客气咯。如果金相公你若是无气焰者，阴暗就爱委屈你，咱同贴地面。哦，啊哪里好啊？啊！哦，点到要死！哎，这是阮相公咧困的呢。你若要困啦，困遮，我再来去遐一领破布袋，互你盖。你是拄仔无听恁相公讲的话是？颜相公阴暗要甲金相公同贴黎明啊！哎呦，相公啊，你要哪会用个介意？哎呀，你是安怎讲袂听啦？点点，相公啊，你看伊规身骨臭泥毛，一边啊，是，哼，小主动啊，安怎？我也甲你讲啦。交友是不分贫富，交友是不分贵贱，有道是皇帝也有曹的亲哦。你啊，我才无爱阮相公交你这啰迷死迷乱的朋友，那亲像等于输，迄毋才是好朋友。你是讲天骄？是啊。那是皇帝四号鱼鸟，那个电鸟，那是阮相公的好朋友呢。那电鸟人是甚物所在？
顶意思，伊沿路护送阮到开封，伊人现在在倒位？啊，现在倒伫个？无变啦。啊，你是遐尼旧话要创啥？吼，无我卖讲。